咦？點解有咁多小朋友喺度笑得咁開心嘅？哦，原來柏立基堂義工隊新年嘅時候出隊去咗做義工，同一班小朋友玩遊戲。見到佢哋玩遊戲嘅時候都好投入，就知道過程一定好開心啦。除咗玩遊戲之外，一班小朋友仲非常關心老人家，佢哋親手製作小手工。將利是剪成一條又一條的魚送給老人家，表達自己對他們的心意。這是我做的魚，送給老人家，就會收藏在他一個願望裡面。新年快樂！新年不少得的當然就是寫揮春了。小朋友拎起毛筆寫幾個大字，將祝福送俾一班老人家。佢寫咗啲乜嘢啊？馬仔啦，幾啊得意，大個兜嘅，新年快樂，新年快樂，祝福順暢，工作運順。相信佢哋收到嘅時候，一定感受到呢班小朋友嘅窩心。